멍이야. 뭐해? 궁금해? 이거 먹는 거 아니야. 카메라야, 나 찍고 있어. 네 까까는? 까까 없어. 까까 없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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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问你少我哋准备自驾游。耶呀！出发！佢真系，佢宁愿咁样棘住喺中间，佢都唔要同你分离。狗狗一定要坐喺佢妈咪嘅脚上面啦，但系问题佢妈咪点揸车咧？喂，其实我有想过我揸，但我想咧，即系如果我哋去系个半钟啦，但我揸嘅话应该三个钟啦 ，total， 即系因为我会劲慢。要往呢一个嘉平出发咗，我哋一行四人，加一只狗，加一只狗啊！咁啊，而家停咗喺高速公路嘅中间，我哋架车。突然间停咗，我哋就系咁样停咗喺呢个高速公路嘅中间。啊，点解发生啲咁嘅事？因为我哋今次系租车，我哋头先打咗俾 car center 啦，跟住但系而家问题就系成架车已经行唔到，所以应该要等 call 车。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很怕外國人自駕遊，就很怕有這樣的意外，因為很多東西不懂處理。我們現在其實打到給 car center， 然後可能是叫拖車過來，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完全沒有路牌，我們又很難說我們在哪個位置，所以有很多車，然後我們後面有很多車在逼我們。是我們的嗎？警察耶，真的是你的。저희가밀고안전지대로가고있어요그래최대한빨리부탁드립니다20분걸린다견인차예요네견인차어디놀러가실라고그랬어요가평가평나는지금발생맨시자아이근데행복해지금발생맨시我覺得好在我們在首爾內發生這樣的事都可能嘛。哦，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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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第一次看這樣子的。아지금시동이안걸리잖아요카센터에서잠깐시동만잠깐걸리게끔해달라고하고그러고올라갈게요카페로진짜재밌다入咗卡센터，然之後我哋啱啱拖車司機就帶我哋去一個維修地方啦。咁卡센터話會 send 一架新車過嚟俾我哋，咁但係因為喺江南嗰邊過嚟，所以要少時間。已經係五點啦，我哋一點出發嘅，呢個非常之好嘅經驗。哇！食宵夜，梗係啦，宵夜食緊要夜晚先開心噶嘛。嗯，主人夫真你要哭啦。울지마울지마라에他真的发抖哎他他分离症很严重他是很严重新车啊我们的新车来了他说我不要的车밑에部分조금모이스啊我们终于等到架车来了我们这个车完全탈라完全탈탈르지我现在出发，我现在是5:19。哎，我觉得这样比较漂亮，这样比较直。耶，yeah, 我们到了，好像还蛮不错的。我都未讲我哋系嚟 glamping， 我哋而家开封仪式，经历5小时嘅斗争。哦，应有尽有啊呢度，我电视又有，电饭煲乜都有，我们就睡这边。被子呢？它有软垫，有垫子。OK， 那就 OK。那是啊，有虫，马上就有虫这边。
而家呢度咧係黑咪蚊嘅狀態，所以應該咩都影唔到嘅。咁所以應該就係等聽朝天光咧，再俾大家睇下呢度嘅環境係如何。哇！停車啊！停車啊！喂，有蝴蝶啊！有蝴蝶啊！佢好似要飛入去啦，好驚喎！入去先，勁多嘢食。我哋只係四個人，但係我覺得我哋嘢食咗咩份量應該有六七人份咯。好開心啊！雖然呢度好多蟲，比我想象中少，可能因為而家凍。它只有很多飛來飛去的飛蛾類的東西，應該不會弄吧。邊正在做牛油蒜蓉菜，有人叫我先吃蝦，那我就先吃囉。呀，我就這樣啊，大蝦覺得有點抱歉的，我一個人吃的話沒事啦。好，那我吃囉。好吃好吃好吃，我給你吃，那是不是熟悉的앉아앉아어유돌아그먹여돌아그치뽀뽀하이파이어유그와그먹여빨어두워그쳐요请吃虾子空杯我是鸡翅干杯哇好味道爆炸呢个又系港式 BBQ 必定一定要有的，他跟我说他自己没有烤过，你没有烤过地瓜，烤就吃就肉串啊或者蔬菜啊，哎，可是韩国人吃烤地瓜的时候不是会加泡菜吗？我觉得其实也好吃，我觉得地瓜吃着吃着会有点腻，用那个泡菜来对清一清，你就觉得哎其实蛮配的。哒哒哒，哇，我哋第二轮的宵夜食。有拉麵啊，我知嘅。哇！呢度依然有好香嘅肉同埋金菇咯。好，其實而家只係好似朝早嘅八點幾，因為我哋今朝其實勁早起咗身啦，本身諗住去睇日出，但係咧揾唔到日出個位啊。東邊係呢邊啦，咁但係有座山遮住咗，咁所以我哋就冇去到啦。俾大家睇下呢一個 glamping 嘅場地，就係咁樣。琴日咧夜晚嚟咧係漆黑一片啦，但係而家咁樣日頭望落去都幾靚，我覺得。咁樣有十個形咁樣喺度。我要肉，我要肉。是 set。肉在這裡，在這裡。早上吃耶，蛮好的，跟昨天的感覺不一樣。不一樣。昨天好像連續吃兩頓也沒差，就是不會覺得腻，是不是？對，我覺得是風景是有關的。哈，没想到，然之后今日咧即刻就俾我揸车啦，好突然啊！本身谂住系冇咁早噶嘛，因为我哋而家呢个 camping 咧就完结噶啦，嚟得嘉平，谂住去附近嘅地方行下咯。Hyundai， 哎呀，即刻撞到。可以在车上稍微休息一下吗？我开车的时候，我朋友是有睡着的啦，听起来觉得很安心。佢没有放屁啊？点解又闻到阵味？紧张呀！好，我睇到睇到后面啊，然之后 side mirror， 好似学紧车咁样。你话俾个老公听我 side mirror check 嘅左右嘅前后睇到位，我都好有难度咯，呢啲咁郊乡嘅地方又系石地，我第一次揸呢啲地方。今次系我第五次揸车啊！耶！大镬啦，冇买冇买到保险添。shit， 我真系有啲紧张。咦，我电话咧？我电话？我电话咧？哎，真系有啲紧张，我真系紧张。顶，我成日你成日落咗 N 波。入书档。安全。哦 ，not OK。not 安全。玛莎拉蒂。而家其实先系二十咯，惊乜 Q？ 我隔了半年哎，就是第四次跟第五次。我觉得这一段路让我熟，就是熟悉一下那个感觉。对，我一路踩住网线，好丑啊！我哋上咗高速公路嚟睇下天气几好。好轻松啊！你今日唔使揸车，我又轻松过嘛？我又咪咯，有人有只狗好轻松，你睇只狗几轻松。哇！
好靓啊！超漂亮的。我差啲迟。你而家你企喺我脚上面做乜嘢？嗨，萌啊！嗨，嗨，萌萌萌，佢真系萌紧咯。系啊。佢幾 kg 啊？佢重喎，5.7，好重啊！你知唔知啊？我哋唔識，點解你好重？因為諗住影相。嗰度。誒，呢度揸翻去黃大一個鐘啫喎。